话阮吼，要讲说吼，从龙庙头前车前要讲大拜吼，诶，这个啊正花啦吼，啊，这个正花因为冬至所准头吼，啊，拢堆积在这里啦吼，啊，所以这杂草丛生啦吼，造成咱整个吼，这个路况无好，啊嘛已经吼无在条行啦吼，啊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啦，受到乡亲的这个恳请吼，啊，甲提出宝贵的意见啦吼，所以要整这个吼，整个的这个啊。北港大排这右岸吼，大概阮来进行550公尺的这路面已经都铺设了吼，啊，佮加上吼，讲这个梯花吼，本身啊，啊，伫这个梯花，我嘛做550公尺了吼，啊，另外一边吼，咱水利会的这个水泥高了吼，啊，佮这个啊边啊吼，一个美化吼，要来佮完成了吼，所以安尼应该吼，未来的吼，对咱整个吼，这个路况会较好，啊，停车而且吼，咱的乡亲呢，会较平安、较安全了吼。